太扯了啦，那假的竟然看出来，你们还觉得说啊，那要给他自由，自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他继续。嗯嗯嗯，是。难怪那么多人骂说你们这个政党贵政党干的真的是赞啊！是啊，就这样。谢谢杜家，进万谈哈。来，铺子的黄先生，黄先六，黄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黄先，你好，黄先。哎，嘿，哎，你好哈。嘿，你好，黄先，请讲。我即马是咧讲吼。是。讲这个啊，咱这个有无？嗯。减刑者吼。是。啊，政府唔知那个减安怎，拢只食毒个出来啊。嗯。对。啊，你咱使犯法，但是拢是只食毒个咧做个啊。嗯。啊，减刑者减安怎，啊是这个经济吼，大家帮忙出来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嗯。哦，无唔对。啊，像这样咧，是啊，像安尼边境都是要安怎甲转互伊咧？嗯嗯嗯。对。是。啊，像这個，像恁今日今日咧讲，讲啥物事？中山路也使管媒体这個。嗯。啊，这个真奇怪啊，这個。这中山当中咧，竟然来管言论自由咧？吓啊！哦，这奇怪啦。但是真严重啦。吓啊！这个奇怪物件。嗯。对，唔知哦。那个国民党是卡早在安尼啊，即摆民进党我要变安尼啊，就真惨啊！这嗯是哦，黄先生我了解，多谢你。老实讲，民进党虽然执政，但是我也要讲一个代志非常严重。迄、那个烟毒贩啊，甲放出来了，两公死几个？六个。哦，我看报纸有写六个，写七个，中时有写八个啦。不管如何，表示啥？出来虽然当摕到党嘛，嗯，一定摕到足大量嘛，无咱袂死嘛。嗯。要求哦，台湾到底即马毒品有偌严重啊？请问大家，还是有死的呢？啊，无死的嘞，吼、哦！因为下久啊，就出来住街道，住真济嘛。啊，即马你讲毒品泛滥到底在台湾有多严重？难道这不是影响到台湾真正的根基吗？吼、哦！来，基隆的曾先生，曾先生，曾先生，啊，主持人你好，嘿，曾先生你好，嘿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，嘿，你好，啊，我是73岁啦，嘿。啊，我安尼电话卡足侪年的卡袂起咧。是。啊，今仔卡是我心肝头足直不畅，干那互民进党气到怎袂讲话。民进党说，互我感觉煞真失望的失望。嗯嗯。哦。嗯。是。自伊政权交替以后，嗯，会说讲。无甚物改革啦，嗯嗯嗯，特别派也无啦，哦，这个是政，迄个转型正义也无啦，嗯司法也无啦，嗯，啊，啥物党无啦，啊，甲讲即摆关键话，今仔这个主题，嗯嗯，伊那会使甲伊协商啊，嗯，啊那会使同意啊。嗯嗯嗯，啊，是啊，这个，哎，起诉的说家己的，一卡啦，嗯，上卡说的叫你用去行去走啦，嗯，啊，迄个无可能的代志，安尼吼，系啊，这是民进党啦，讲好贵吼，啊，甲中选会真也好贵吼，嗯，算啦，民进党唔能够算啦啦，陈先多谢。我想安尼啦吼，安尼话有较严重。你讲伊七年拢无做代志，无改革，老实讲，我也要替伊讲几句话。也不是没有，我认为选民进党是选自由甲民主，吼、哦。那我感觉讲选国民党是选封建甲威权，这是我的感觉。但是伊确实太济无做，转型正义太济无做。你讲即马司法，大家咪真怨叹无？外交有真怨叹无？吼、哦，教育有真怨叹无？到底是做偌济？吼、哦，来台南的郑太太，郑太太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你好。我是感觉讲吼，民进党的同意这条政论节目不公要法吼。嘿，我是感觉讲，伊是家己也就会头前卡重要啦。嗯，好，你是讲嘛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嘛是假乱的。嘿，哦，啊，这是我的看法啦。我够有一个想法，想要跟你讲吼，看会当吼尽量。俺讲一寡民进党的，莫甲伊讲到像迄种歹安尼啦。嗯嗯。因为你看别个节目，人伊嘛是更加烂、更加歹啦，嘛是讲到你啊稍微有一个吞体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啊，无伊有啥物道理民进党的？哦，啊无太讲安尼拼咧拼嘛无路用。哦，这是我的感想啦。嗯。哦，啊我看下你，我都欢喜咧。嗯。我从陈慧文吼无来，我逐天看，啊叫够好困。哈哈哈。好，你好啦吼。是，多谢你郑太太吼，我认为啊，两个党拢有优点。两个党拢有缺点，国民党、民进党拢同款，
但是伊的缺点咱也出来讲，民进党不是无缺点，像这个物件，老实讲，代志无严重啦。如果今天不没有讲，老实讲，通过了以后，台湾重返白色恐怖，台湾的污名在全世界开始这个被宣传，怎么办？哈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民进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监督他，不逼迫他，到底大家会看不清楚。譬如讲海基会副董事长是邱显七年。好，主张和民进党我看嘛无同，伊个政治主张，即马一个党首长，伊个两岸政策是和民进党同款的吗？咱不是讲这个新党首长我有什么意见，而是说一个主张啦和你无同的人，到底是要怎去执行你的政策？为什么你的用意？吼，是安尼？到底民进党的理想在哪里？来，等一下，我们继续讨论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